还提出要发展你和乐言请军统，被我给拒绝了。发展我可以，发展孩子绝对不可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拒绝得很彻底。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完全能掌控的，军统行事一向都是不择手段，我们得更加小心。乐言跟我说，叶星辰跟石头玩，时不时的就会套石头的话。就是你们来的时候，乐言在旅馆憋尿的事吧？对呀。李立行、叶星辰，其实刘浩还有军统，我都可以斗争。就是一到这两个孩子，我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干脆把他们送回老家得了。你大老远的带着这两个孩子来找我，上海又有好学校，我又有条件，你留下来就让这两个孩子回老家了，你觉得李立新不会怀疑吗？搞不好还会把76号的特务都找到老家去。太难了，真是太难了。进。主任，找了一整天啊，连个人毛都没找到。一点线索都没有？没有。不意外。主任，我是没找到什么线索啊。可我听说，您还让飞熊去查了半天呢。您查出什么来了？我问你，方家树半夜带着苏雅露离开大院，哨兵检查他的汽车后备箱、汽车后座了吗？陶玉玲整夜缠着你喝酒，这正常吗？你要是把他睡了，我倒觉得正常。你睡了吗？这真没有啊，这下不去那嘴。就你，陶玉玲你也叫他嫂子，你对嫂子还下不去嘴？你怎么？戳到你痛处了？说郭大雨就说郭大雨，你老提什么嫂子呀？啊，不说嫂子，说郭大雨。你想想，郭大雨失踪这段时间，方家树深夜带着苏雅露离开，方家树有嫌疑，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。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怎么证明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？那我跟陶玉玲喝了一晚上酒，是不是我也脱不了干系啊？你是不是酒还没醒呢？王家树去找苏小姐，我跟陶玉玲喝酒，这人之常情，我确实没多想啊。这是76号，不是百乐门大世界，人之常情，亏你说得住口。干我们这行哪个是正常人？我看你跟陶玉玲喝的不是酒，是迷魂汤吧？谢主任，全是我的错，您别生气啊。我向您学习，什么，昨天不怀疑的，不等于今天不怀疑，今天不怀疑。你把放在苏小姐身上的心思拿出一半来放在干事情上，即使不成功，我也不会老骂你。人家苏小姐为什么迷恋方家树啊？还不是因为人家脑子灵光，办事情爽利。您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？是我傻。
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好久不见。哎，叶处长好。好啥好？不是叶处长，上次您在大菜间给了我老大一笔钱，我心里啊一直记着呢，一直想怎么报答您。您要有什么吩咐的话，尽管说啊。你还记得呀？我还以为你会赖账呢。不会不会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上一次吧，我是想捡起来给您还回去的，但是我又怕您有什么想法，所以我也没敢去找您。废话不多说啊，你工作的这个小饭馆就是我们76号的，现在虽然是方家树的老婆当老板，可能也是我拍的板，晓得吧？哎，晓得晓得，他是副的，您是正的，您才是大老板。知道就好。啊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收编成我的情报人员了。啊啊！叶处长，您别跟我开玩笑啊！我什么都不懂，也不会做，我能替您做什么呀？简单，你就帮我记个账就行。小桃园的账都是陶老板亲自记的。我让你记的就是他跟方家树的账，他们每天做了什么，有什么可疑的行为，都给老子记上。哦。钱我还会再给你，如果你的情报有用，几倍几倍的给，啊？嗯。哎，拿了钱就得办事，嘴也得严实，晓得吗？晓得晓得，今天我晓得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什么？在哪里？下车！是，下车！快，跟上！这边。乞丐，快快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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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队，让开！都让开！小芳，
该你了。这是该法医干的事儿，我可代劳不了。老冯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杀郭大宇这种马屁精有用吗？这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吗？啊，要杀也得杀贾玉章这种丧尽天良的家伙。哎，处长，您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再说有你跟方副处长，哪轮得到我这小科长？你贪污索贿，你想不到我跟方处送死你惦记？不是，处长，宋有余，你也好好看看，你上心点。人都这样了，还看得下去吗？我看明白了，老爷，这不是第一现场。郭大宇是在别的地方被杀死，然后送到这儿的。怎么看出来的？很简单，你看啊，这鞋上、身上有很多地方都有黑色的淤泥，一看就是阴沟里的东西。如果是在这水泥地上被杀的，身上不可能沾上这些东西。另外，除了脖子上的贯穿伤，身上其他的伤口都没有出多少血，可见是死后被捅伤的。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判定，枪伤跟刀伤都不是致命的，致命伤只有脖子上这几下，看起来像是被什么尖锐的工具给扎的。也就是说，他是在阴沟里被人戳死的。走吧，主任有指示。把大宇兄弟抬回去。来，行了，别看了，散了。看了，别看了，走。主任，共产党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，你的情报处长怎么当的？主任，郭大宇的死，我们整个情报处都有责任。家属，你对郭大宇的死是怎么看的？我跟叶处长已经说过了，这儿肯定不是第一现场，郭大宇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儿的。那就是说，郭大宇有可能是在我们76号被人弄死的。虽然可能性很小，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。主任，我觉得咱们的安保措施还是有执行不到位的地方。昨天晚上我跟苏科长出门，门卫也没有全程检查，就从这点来看，保不齐还有什么漏洞。也许郭大宇是自己离开了76号，门卫疏漏了，也是有这种可能。在哪儿干的不知道，但是谁干的清清楚楚，共产党脱不了干系。杜鹃阴魂不散呢，我们会抓紧调查，看看杀死郭大宇的凶手到底是何方神圣。何方神圣？你的意思是，郭大宇有可能不是共产党杀的？主任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会全力。家属，回答我，你刚才的话是不是我说的意思？只有墙上一行“为李正勋同志报仇”的标语，也太过于明显，也不排除是军统为了扰乱视听而栽赃嫁祸。我怕是追错了方向，反倒放跑了真凶。你说呢？我
完全赞同方副处长刚才所分析的。那就请两位处长抓紧调查。啊！怕什么？干什么？来，上去！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这眼镜谁的？附近捡的。玩去吧。你让他们再检查检查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。哎，都给我查仔细了啊！是啊，是。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去帮我查一个。叫李和平的那儿，嗯，居住证编号089678，地址好像是丽园路的什么地方，我没记住。这件事情只能向我一个人汇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马上办。哎，我再说一遍。这件事情不许向任何人说，包括主任在内。明白。敢动苏小姐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其实六号的人在我们眼前被杀了，你居然能够睡得这么安稳。萨古桑，郭大宇是不是在76号出的事情还在调查？问题还在解决中，我已经指示叶星辰和方家树两位处长抓紧调查了。你带着两位处长和76号那么多人手到现场煞有介事地进行勘查，电视大部分时间你都躲在车里。郭大宇被谁所杀不知道，在哪里被杀也不清楚，这难道就是你嘴里所说的问题正在解决中吗？萨古桑，你人没有去现场，情况倒是了解得挺清楚啊。监察督导是我的责任，而打击敌人的破坏是你该做的。我会做好我的工作，也希望李主任能够切实地履行好自己的责任。小萨说得好，我们都完成好自己的分内工作，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。侦查工作需要时间，这是事实。我相信我们能够抓住李正勋，挖出杜鹃、杨俊平，这次同样可以找到真凶。知道，你曾经为共产党和军统都工作过，对他们的伎俩非常熟悉，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指手画脚。那好，我就提出一点希望，我希望你能以最快的速度抓住真正的凶手。给我死去的同仁和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。
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动静，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呀？主任叫的紧急行动，要抓共产党。不是说要我们先调查吗？这还没落实呢，就要动手了。我听说呀，昨天夜里涩谷去找主任了。来了，主任。诸位，情报处的郭大宇坚定忠贞，任劳任怨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。这么好的一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残忍杀害，尸体还抛到巷子里失踪，这是对我们的侮辱，是公然的挑衅。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，用最坚定的手段予以回击。今天是郭大宇，明天就可能是你我。所以我命令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个单位留两个人值班，其余人全部出动，先把牢里关押的死硬共党分子拉出来处决，然后把上海通往共党控制区的所有路口严加控制，加强审查。青浦那边要严加防范，发现意图进入匪区的所有人都要严加审查，把我们知道的共产党嫌疑人全都给我抓回来，能多抓一个是一个。是。二位，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是是，主任。出发。老叶，我就不去了，在家值班吧。啊，抓人你比我擅长，油水还多。快点，快！行，那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值班，不许私会苏小姐啊！我会派人盯着你的。这大白天的，干点正事多好。嗯，知道就好。去找一下老赵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刚见过面吗？因为郭大宇的事情，军统再赠给了共产党，日本人过问了。李立行现在必须要弄出点动静来给日本人看。现在派出去所有人去找共产党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一律都找。我们必须要反击。怎么反击？情况紧急，我能想到的只有1039计划，大舍大其存。去炸李立新的阵，让他自乱阵脚。1039计划，就是海潮同志在那张边笺上写的李立新的银行存款数额，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你立刻把我的计划向老赵汇报，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发出一份电报。恐怕只能动用海潮同志的电台了，这样的冒险了。你说吧，我记着。放给我！干什么？放我！放我！
我！放开我！老赵，你有事啊？还是你想见我？杜鹃带来最新消息，因为郭大宇这个汉奸的死，日本人出来施压，李立行现在要疯狂报复共产党，事情来得太急，杜鹃想了个办法，让海潮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一条电报，这样就可以扰乱李立行。1039计划。1039是李立行在银行那个存款，对吧？对。你接着说。杜鹃就是想利用这一天，他希望组织上用电台发布一份容易破解的加密电报，向外界公布一条消息，一条关于李立行和傅北红的消息。容易破解的电报，内容如下：李立行已经准备好了10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，用于收买傅北红手上的煤化油技术，目前正在洽谈之中，我方应尽最大的力量火速阻止此次交易。我明白了，这消息一发出去，那李立行就彻底被推到前台了。啊，你想啊，巨额存款、煤化油，哪一条不是日本关注的？这样既可以扰乱敌人，又可以转移矛盾，缓解我们自己的危机，绝了！哦，对了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还有一点，杜鹃特地嘱咐，让海潮发完电报一定要迅速转移。李立行一直在监视着那一片，这次抓捕，那边估计就是重点，千万小心。形势紧迫，我能使用的也只有海潮这部电台了，我会警示他的。还有一点，杜鹃之前和李立行提到过1039的事儿。这海潮要是把这个消息给发布出去，李立行会不会觉得这是杜鹃和海潮电台串通好的？哟，这可是个漏洞啊！特别是面对的李立行那个老狐狸，那风流，那杜鹃不是又有危险了吗？别急，任何人也不可能有万全之策。见招拆招本来就是特殊战线斗争的常态，我相信杜鹃同志他会有办法化解这个危机，相信的，相信的。昨天都通知到了吧？嗯，通知到老赵了，他会安排好的。是，但是海上通知发送完电报之后，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，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。都通知了，放心吧，昨天不就告诉你了吗？这才6点啊，你再睡会儿吧，你这一宿翻来覆去的都没睡好，我去做早饭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嘴上起了个这么大的疙瘩，啊！上火了，不只是外边长了个疙瘩，嘴巴里边也全都溃疡了。看把你给气的，我去给你煮点下火的汤啊！真不用，老毛病了，吃点药，2天就下去了。我给你拿药。是这个吗？杀郭大宇本来是迫不得已，现在倒是我们要承受损失，还不是军统和苏小姐行事老赖，一石二鸟，顺手牵羊，既保护了自己，又把枪口转给了对方。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，更多一点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大。说这些干什么？
真的，真心话。你没来的时候，我就只有一个人在这，心里边有再多的话、再多的事儿，也只能压在心里边。就连晚上睡觉，都不敢说梦话，因为周围都是敌人。你来了以后，至少有人可以跟我说说话了。谢谢你，也谢谢组织，能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了。组织哪是把我派到你身边呀？组织是把我派到老赵身边，也就是阴差阳错，将错就错呗。是啊，将错就错，梦中成巧了吧。刘子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以前我带着乐言和石头也体会过，更何况你这又是七十六号又是军统的。大刀，你这么一搂我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。那时候出了啥事儿，你也是怎么搂着我的肩膀跟我说，放心吧，有我呢，我替你扛着呢，再麻烦的事情也都会过去的。六子，放心吧，我这不是在呢吗？妈，我饿了。哎，难得安静一会儿。都是当爹妈的人了，怎么可能安静得下来？再睡会儿，我去做早饭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请进。平庸兄弟，搞那么神秘干什么？方大哥。哟，你可千万别叫我大哥，我们是好兄弟。不行，您帮我那么大的忙，你看，我呀也没什么本事。但是大恩不报，我跟玉芬呀都睡不着觉。呦呦呦呦，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，这真的不行。我知道方大哥您什么好东西都见过，就这点东西我都拿不出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您太太胸口上那块玉吧。啊，哎，您您千万别多想。您忘了吗？他经常来我们饭店，而且我去您家看你的时候也见过他。哦，方大哥，你看啊，玉芬啊出身不好，他又习惯性的见着个男人他就抛媚眼儿，我是怕他跟别的男人有事儿跟人跑了。您还真是多虑了。这个呀，你还是物归原主，挂归原主吧。啊，那谢谢方大哥了。您放心吧，您太太玉芬的事儿，除了叶处长跟我说过，没人提过。叶处长？哎呦，是我多嘴了，您就当我没说过啊，没说过。叶星城说我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说。不是，你告诉我叶星城到底怎么说的？真的什么都没说。你要不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哎，别别别。那我说，我说行吗？
你先坐下，坐坐，你先坐啊。他也没说什么，无非就是说，他那会儿也经常去四马路白巷，见的人多了。见的人多了，叶星城这个兔崽子。飞云兄弟啊，刚刚是我多嘴了，您别怪我。但是您听我一句劝，嫂子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嫂子现在对您好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您跟他好的时候肯定已经想好了，将来会有人拿这事儿来搅舌头杆子。您现在跟他一闹，不就等于把嫂子那点事儿又拿出来在兄弟们面前晾了一遍吗？得不偿失啊，是吧？方大哥，还是您想的周全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您说一下，上次求您帮忙这个事儿我解决了，就是按照您给我的办法做的，信宝得救了，我呢也拒绝了他们那些无理的要求。我呢，哎，您别给我解释这些，这件事我知道的越少越好，对你我都好啊。行，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。那您茶不喝一口就走了？不喝了。飞鹰兄弟，哎，叶处长这事儿啊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这事儿到我这儿就到此为止了啊。方大哥，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。您知道，我天天跟着主任，得到的信息可能比别人多。既然叶星城这个兔崽子在背后嚼我的舌头，我也告诉您一件他的秘密。你还是别乱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哎，我就说一句，叶星城那个侄子叶问天，那是他儿子。真的假的？绝对是真的。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你看，总那么客气。留步啊。哎，您慢走。留步，留步。进来。主任，苏科长来了。主任，今日份的加急电报汇总。你可别开我玩笑，特工总部的命根子我可不敢要。你和方副处长的太太关系处得怎么样啊？我们没交集，主任。是吗？你不处好不行啊，咱们这里风言风语很多，你和陶玉玲处好关系，有利于营造咱们总部和谐之风啊，是吗？和谐不了，您知道的。苏科长，
把老子偷上来了。抱着希望。